打一辈子星际，做一辈子朋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期由少帮主带来的精彩战报解说。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中国 IG 战队的半个菜鸟鸟哥，对阵的是韩国的一名应该是宗师组的神族啊，名字呢又是非常的帅气，一堆圈啊，这个是四个圆五个圆圈啊，这个奥运五环，这是他的这个中文翻译的名字。那么半个菜鸟对奥运五环，那么一个有着这个奥林匹克精神的神族选手对上了我们的鸟哥，看看谁更强一些。鸟哥出生在地图右下角红色的这个人族，就是我们的半个菜鸟。鸟哥选择了一个渡口开啊，哎，这边在干嘛？为什么要披剑巡逻？鸟哥，这出现了个失误吧？哎呀，他本来是应该是放下补给站之后，然后 shift 再去披剑巡逻，在这里等着一会儿去造一下兵营。可是他操作太快了，鸟哥这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导致自己的补给站放下的比较晚。在一开局，这时候奥运五环就以他的气势，宗师组的气势压倒了鸟哥。让我们看看鸟哥这接下来会怎么打。神族这边先放下了 BG， 然后放下了 BA， 也就是吸纳舱气矿。这个 BG 呢是传送门，神族的这个基础单位的建造这个的应该说建造的工厂。那么这边呢，人族是放下了精炼厂，也就是我们的 BR， 然后兵营 BB。 好，前几天有观众说啊，这个看少帮主的视频也是接触星际比较少，这个刚刚看少帮主的视频的时候会发现用这个缩写的比较多，那么我尽可能的接下来会使用这个全称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说。这边放下了控制星核啊，我们快捷键是 BY。 那么这个很多新手观众看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之前的解说当中会有一些没听明白的地方，所以说之后的解说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一起再熟悉了解这款游戏。这边又是一个 BB， 两 BB 的开局，然后再用这边一个农民放下第二个补给站堵死。好，这边家里面升级了轨道控制基地，轨道控制基地就是由指挥中心升级的这个建筑，它可以扔矿螺。好，这边神族农民也是先探路，然后呢人族农民看到这边路口没有任何建筑，神族农民又是从这边出来的，估计也是不对，所以就选择了一个方向错误的走向。这边哦 Zealot 直接压过来，人族家里面还好是一个渡口开局，鸟哥这边也有一个小失误，农民卡在这里不动，他迷失了方向。看这边甩一个 probe 能不能把它点掉，没问题，这个 probe 必死。好的，农民下去补刀，这样的话让对手连上面都这个反应堆都看不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那么接下来 Zealot 肯定过来要看一看你到底是做反应堆还是反应堆呢。哎呀，鸟哥这个探路真的是很悲剧，他判断对手这个探路很早，可是对手探路还比较晚。那这样的话呢，鸟哥前期这个探路基本上就看不到神族家里的东西了。你看神族这个第二个锤子都出来了，家里面单兵压制应该还是要开二矿，注意一下人们接到的想吸引火力，作为一个肉盾在这里输出房子补给站，然后用追猎者先点掉了一个枪兵，红血 Zealot 赶紧退回去，不要被点掉。好的，用一个红血 Zealot 已经换掉了，好的，漂亮了。这边鸟哥出来两个枪兵设置的集结点啊，直接在外面输出点掉那个 Zealot， 很好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是一个 Zealot 换掉对手两个枪兵。哎，这个 SCV 还是看到了对手没开二矿，这个时候自己也是要小心一点，没开二矿有可能是 Rush， 不过进来以后看到了单 BG 一 VR。好，还比较稳。这边有一个光头哥有减速了。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 Zealot 这个追猎者是跑不掉了。好的，枪兵走上来。家里面人族呢，两兵营持续的出兵，想去压制一下，因为他有反应堆，所以说枪兵会出的数量很快，一次两个，一次两个。压到正面的时候，应该把红血的部队稍微调整一下。然后鸟哥这边可能一会儿会做一个调整的细节，要不然又要被点掉一个枪兵。好，神族应该接下来会出一个哨兵，没错，他这已经造下了哨兵。造下哨兵以后呢，可以防守一下，先开门直接传一个哨兵，这样的话人族不可能强行的破路口。好，人族掌握了一下阵型，一个 SCV 走在前面进行一个火力侦察， probe 也出来，双方这个对于侦察的细节做得很好。人口方面42-37暂时是人族领先，注意一下一个哨兵加几个追猎者压出来，人族这时候还是怂了。其实人族没必要怂啊，人族家里面放下的是重工厂，双方都是单矿，这个在当今已经很少见了，双方都不开矿的情况下，
而且神族的这个科技也爬升的也不是第一时间的，而且他的兵营数量刚开始也不多，所以说这波神族还是有压力的。人族来上了，光头哥有三个。好的，首先第一个水晶塔肯定是取消掉，然后神族是选择被迫守高地，家里面放 VS， 那可能接下来鸟哥会压制，打打空投。这个时候果断可以在路口下面拍一个地堡，随时调整自己的阵地。来了，先打掉一个追猎者，再点掉第二个追猎者，点不朽者强点，但这波有点伤，因为对手 Dedot 肉搏杀掉你大量的这个枪兵，这样的换光了以后，这波换完了以后死掉一个不朽者，一个哨兵，人族死掉的是价值比较低的枪兵，加上这个光头哥，所以说还是人族赚了一些，因为毕竟人族这个科技优势马上就体现出来，而神族家里面接下来是一个放二矿的节奏，他现在出的是不朽者。好，前线呢放一个水晶传了三个兵，这个传的有点现在还看不懂，因为这个骚扰人族啊，绝对不能用这个地面部队骚扰人家正面。好，这边把重工厂飞出去做一个侦察，然后这边出两个医疗艇，现在只有一个 BB 里面，有一个兵营里面能造光头，也就是我们的掠夺者呢，还是比较亏的，因为对手这个不朽者啊还有追猎者，你必须要有大量的光头才打得动。当然枪兵如果有兴奋剂多了的话，对手没有 Zlot 来做这个前排的输出的话也是可以打的，但是相对来说光头哥还是更加威武一些。来注意一下这边正面两个哨兵没有什么能量，这波如果打得好的话，人神族是完全跑不掉的。注意一下看看人族 这点兵打不过，这点兵打不过还是赶快撤，看这边哨兵能不能跟上放个立场啊，没敢放，应该是距离不够。哦，拉了人兴奋剂上来先抢点那个哨兵，很可惜这波人族这个兴奋剂拉得有点伤，往后退，在这个路口上，人族这波部队要被逼回了自己的主基地啊，这样的话神族有哨兵在，然后有两个不朽者，这个路口人族不好下了，必须靠医疗艇才能下得去，然后打一个多面的包夹会比较好，而神族至今也没有开矿。好，这样的话前期的节奏呢就是一个神族利用自己的火力把对手压在家里面，然后人族这时候应该果断打一波空投，带一拳的医疗手艇的部队啊出去，然后空投对手的主矿，这样的话神族会很尴尬。好，看这边一个 OB 是看到这个人族的部队组成，人族带上了 SCV， 带上了两个三个四个 SCV 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肉盾，因为我们知道在关键时刻一波决战的 SCV 可以为人族增加很多的这个 HP， 也就是血量，而且它可以互相修理，当然如果有不朽者的话骑射还是点它比较快。好，神族现在变成一个防守态势，防守态势接下来人族必须要打空投，因为正面打肯定是打不过的，这边哨兵很多，看一下先过来不敢上，一把雷达看到那么多的部队，先把这个水晶点掉，水晶是可以白打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神族没有人族的视野，看人族怎么去把控了。哦，这边是想三船兵直接上主矿吗？这个想法是不错啊，这边 OB 回来准备侦查。好，先打岩石，打算打两面的包夹，但是这两片这个路口啊都是神族有优势的，因为有立场在，人族绝对不能这么打。哦，注意一下这边是分兵了，开始选择空投，看一下鸟哥的第一视角。哦，鸟哥的空投，看一下双线的一个操作很好，注意一下那边的空投已经降落，然后把整体的部队要迁移，这边传 Zlot 带走拖对手的农民，双线的一个空投。哦，神族的主体部队还没回救，那边用农民去跟对手换那就太亏了，人族这一波已经很赚了，有个人口是90，然后领先神族十人口，这十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整个放下二矿，然后继续双线，哎呀，正面被截杀了一部分，还是一个双线操作，回来，立场已经消耗了很多，这边两个枪兵还存活着，这个一船医疗艇到现在这个价值是已经很高了，杀掉很多农民还牵制对手很久的时间，但是不朽者在正面，这个两个还是不敢冲的，来看一下这边。两个枪兵还在杀，我们看已经杀掉很多农民了，神族主矿已经不足15个农民，只有10个左右的农民，
好，立场也快放干了，这是人族的机会，人族把 HP 补满。好的，这边又是一个，这两个枪兵还活着。这回死了，刚才又来到二矿骚扰啊！这主矿农民刚才不多，正面打了，强点掉一个不朽者往后退，但是从正面部队上来看呢，还是鸟哥比较落后的，对手三个不朽者还依然在，而这时候都是伤兵，鸟哥还是比较危险。鸟哥又选择一次双线空投，这是欺负对手第一次吃了亏，他还想再来，但是这次神族有所准备，把追击者已经拉回了家里面。攻防上面我们来看一下，神族应该是没有，而人族呢？一攻完成，同时一防刚刚点下。好，人族二矿马上也开好，接下来鸟哥还是要打多线。神族的第一波多线没防好，但是看一下双方农民数量，36-28，神族这个两矿补农民还是补上来了。注意一下主矿，这波神族部队还打赢了。好的，来看这边又是一波正面，哎呀，这波人族还是有点伤啊，点掉一个不朽者，自己也死了五个兵，啊，能不能点掉那个枪兵？还好枪兵逃走，这个医疗艇也比较危险。来了，这边又是空投，这个 Zealot 来守。人口方面，77-76，农民数量是神族多一些，但是人族人口也不差。继续的一个空投。神族部队被牵扯的有点难受， OB 回来想看一看正面人族有多少部队。人族二矿开采，两矿开始补农民，家里面是三 BB 持续出兵，一狼艇也是爆兵。好的，进来杀农民。好，立场又隔开杀掉了两个兵，然后一个农民换两个兵再输出。好的，这时候发现 Zealot 被卡在了后面，这样的话前排的部队一一被点掉，人族这波很赚。这边漂亮的一个双线，把两个枪兵跟光头哥是空投在了二矿的上侧，这个位置也可以打到二矿的农民。好的，鸟哥这盘的双线打的真的是很不错。哎呦，两边直接把不朽换光，那这样的话是神族现在整体的部队就有点吃亏了。对手有攻防，一攻，而且一防马上完成，而且还正面呢，你可以被对手操作，所以说神族这一波现在很伤，优势应该是向鸟哥这边偏向。不过神族接下来会转型这个巨象，那如果巨象出来攒到两个的话，这个鸟哥还是正面有点扛不住的，本来就伤血。好，看一下鸟哥家里面补到五兵营了吗？好，五兵营还在补，攻防一攻一防又来了，又是一波空投，带四个黄血光头哥。这盘的焦灼战啊，双方这个防骚扰与双线骚扰打的都是非常的出色，神族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也是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来看一下正面，看鸟哥的第一视角，正面上来点一个水晶塔，让对手卡人口，不许补兵，强行的阻止你补兵，然后鸟哥正面继续甩，这边再空投回来投二矿，漂亮的位置，把二矿放下，然后家里面放下两个新的附件。好，右侧被立场堵住，但是这波还是左右的空投，现在需要围晶，围晶还没有到位，两架围晶正在建造，没有围晶的话这个巨象输出还是很高，强点巨象，漂亮，这个巨象由于没有射程走位非常的差，鸟哥是点掉了巨象往后退，继续双线打，这边双线还打赢了，因为那边是三个追猎者，追猎者是打不过这四个光头的，白白点掉，现在神族很亏，用医疗艇在前线这样的不停的补给啊，让鸟哥现在占据了很好的这个部队优势，而且红血的单位马上上主矿，让你还是很难受。哇，这个操作已经让神族现在非常头疼了，这边再点掉，还打着兴奋剂。好，前线又点掉，维京终于到了，这时候来欺负巨象。好，看一下鸟哥这边还是双线，非常好的操作，还甩双线甩吗？双线甩光头吗？啊，有点难，这个有点难。这边可以杀二矿农民。好，我们来继续回，不能看主视角，再看主视角大家就要晕了。看鸟哥这三个光头哥是杀了一个，杀了14个，一个杀了3个，一个杀了4个，一共杀了20个单位。这四个光头哥。好，正面的几个 Zealot 又是被鸟哥双线操作死。主矿，看一下鸟哥在主矿又一次杀农民，又点掉两个农民。好的，还投下来，这个红血的医疗艇居然投了下来。紧接着正面两个巨象也扛不住了。好的，神族这一次彻底崩盘了，主矿二矿同时沦陷啊！主矿这边终于是防下，但二矿已经农民死光，
这几个光头狂点农民。人口方面，93-38，这样的话差距很大。几个光头还可以跟这几个追猎刚正面，这就是光头哥欺负追猎者。我有医疗艇的补给，能打赢吗？能打赢我就算你赢。漂亮，这三个光头一个都没死，消灭掉对手六个单位。这就是医疗艇加上光头的这个组合呀，确实凶。神族选手奥运五环是没有打出奇迹，那么鸟哥这一盘的双线操作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人族也不差呀，确实打得很好。这一盘真的让人族玩家看过了瘾了，神族玩家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名神族玩家打的还是缺少机动性。我们知道这个很多职业的神族选手可能也跟这一盘他这个二矿开的慢有关系，他第一攻防是比较慢，我们注意到最后他也没有升级攻防，而且第二呢是这个没有 VC 科技，有 VC 科技有闪烁追猎或者说是提速 Zero 的话就不会这么被动，那么一般还是升级闪烁的比较多。主矿放闪烁追猎，然后你如果打我二矿的话，我的闪烁可以跳下来做这个二矿的阻击，如果你是攻投我主矿的话，我的闪烁可以第一时间闪上去把你的医疗艇点掉。所以说神族这一盘可以说有一个失败点也是没有闪烁追猎，大家在遇到这种人族双线狂打的时候还是要升级闪烁追猎。那么也是恭喜鸟哥给我们带来了应该是恭喜他，平时同时要感谢他给我们带来这一场精彩的 TVP 双线乱 A。应该不是乱 A， 真的操作很细腻。你像刚才这个在关键点上这个位置，红血的这个医疗艇带走了三个红血的光头，上去以后空投拆一个水晶再到正面，然后农民被这个农民把光头围住的情况下，光头马上就要死了，又收起来，在医疗艇红血的情况下又投下来，这真的是一个能够在 APM 达到200以上的职业选手才能做到的。所以说鸟哥打得很出色，让我们看到人族这个虽然在这个版本当中有一些部队被削弱了，像鬼兵，但是还依然是很可操作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不要放弃啊，一定要支持自己喜欢的种族打得更好。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精彩战报，那么明天少帮主会带来第一视角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再见。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广告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的第一款商品是吉姆雷诺枪兵的模型，来自暴雪正品的 DC 出版，那么它也是这个由暴雪出品的这个吉姆雷诺造型的这个小型模型的第一款啊，也可以说是做工非常精细，而且还有这个它的这个冲锋枪的这个子弹梭子一梭子打出去非常的给力。那么第二款商品是来自蓝色大河鼠标店啊，这个鼠标店也是星征八二主题的这个人族蓝色大河战舰，也可以说是自由之翼的一个代表性的这个兵种。那么接下来是这个人族的亮银打火机啊，这是激光刻印方式制作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和 Zippo 一样，那么它还有这个简单的这个印刷版。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就不要犹豫，快快登录少帮主点淘宝.com，或者在淘宝网搜索少帮主关键字就可以了。